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右画圈圈，嘿，滑滑转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不用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还不用。哦，哎呦哎，五六七。认真的前半段，这是我刚刚马上在旁边这样。我说真的，我想说我在认真什么、啊？不是。我记得那个每次讲话的时候，阿迪都会哭。那个这一次，那个两场完售，会不会今天又讲讲又哭了？今天不会，今天真的是开心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新闻在等爆点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爆点。等一下，眼药水我去拿，稍等我。你没哭也是，不用用眼药水，你刚从后面灌他一拳就好。其实真的听到那两场瞬间秒杀的时候，我反而是想到，哎，我们终于可以追上五月天一步了。哦，对，因为。过去这十年来，我们是合作过，可是我们永远都很感觉是在你们的背后看着你们往前走，难难难免啊。哎哎哎，干什么？不是这样，在你们看法，你谦虚一点。没有，就想看五月天再跳一次吗？哦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，Friday night，Friday night，Friday night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哟，画圈。嘿，滑滑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，掌声鼓励。还是我们教你一个更简单的啊，又更简单的，好，就是我们最后那个第十六个，对，不用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还不用，旁边人不要喊，大家想不想看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哥你。哦，哎呦哎呦，七八，认真的前半段，这是我刚刚绑在旁边这样。我说真的，我想说我在认真什么、啊？不是，我说真的，我那时候看到 MV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太扯了，太扯了。那举动这个年纪还可以这个样子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